诸位传统文化同道，大家吉祥。我们这几节课一起学习李老的纪录片《雪如风仪》。我们能透过这几节的课程，体会到老人家的胸怀、心境。我们之后再来学习他老人家的《论语讲要》，就很容易契入了。目贤当慕其心。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仁者，你这一段时间有梦到李炳仁老师的，有的请举手一下假如有的话，要讲一下李老在梦中有没有跟您提什么重点？这个至诚呢，可以感通。夜有所思日有所思，夜会有所梦。我们对于我们要效法的善知识他们的教导以及他们的风范呢，我们都要念之在之。就像学无量寿经的人要念之在之阿弥陀佛的行仪。德比于上则知耻。所以师长老人家指导我们学儒就要学孔子。我们要念之在之孔子的言教身教，以他为标准。学道要学老子。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要这样的心境来鞭策自己。所以师长也是学释迦牟尼佛，学得很像哦。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所以这个志向、这个愿要发出来。而李老、师父上人，都是一生奉献给圣教，教化一辈子，数十年如一日，这是我们的学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纪录片有请刘老师。江山天气任悠悠，雪公网生前两年还应国学启蒙班老师们的邀约上山林溪放生郊游，雪公鼓励学生要多接近山林之间气，并勉励大家一面当学生一面当老师。雪公题芦花谷摄影，芦花如雪意如棉，回首相关李习贤，怜我把看无限意，持魂不独入其焉。雪公怀恩师，老去逢春去，檐前树有高，多恩报不尽，万事欲何劳，秉烛减青史，临风看宝刀，醒身余愧坐，未肯饮蓬蒿。
好。鲤鱼潭泛舟之感，知交今夕两相餐，茶鼎炉香列草庵，移席扦舟争作主，鲤潭深许几陶潭。庐山西有赏梅诗，寻香带月踏苍苔，除却诗家不种梅，何日能移千万树，舟车回到骊山哉。雪公书桌上的文房四宝，是雪公读书写字不可或缺之物。三十多年来，五墨归毫，雪公的悲心宏愿，一点一捺，一字一句，均留给后人无限的追思。雪公以诗明志，一部诗集是生活日记，更是老人对国事天下事的关心。又雪公自来台湾近四十年中，长期利用晚上为莲友讲经，为学生讲授国学。见书中及讲表上一整片灿然的朱墨，正是雪公为众生呕心沥血的写照。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雪公说，众生的功德钱不可任意花费，一分钱要当二分用，同时买砖的钱不买瓦，买瓦的钱不买砖，这个中是有因果要酬偿的。而讲经之地是清净道场，凡雪公宣讲佛经的道场，常年立有告示牌，讲经之地历尽募捐。一旦社会发生灾变，政府呼吁民众参与救灾，反面是响应救济灾难代收乐捐，而代收款项都要公布征信，以表负责。我们首先看到很多章，雪公在大自然山林之中的照片。雪公往生前两年那是95岁，还应国学启蒙班老师们的邀请上山林溪放生郊游。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了目贤当目其心呢，95岁的长者都还满众生愿。大家想一想，这一趟你看这个照片可能也有70-80人了。这一些学生这一次出游终身难忘，他每一次回想就是一次动力哎呀，老人家95岁了还陪我们去山林溪所以众生的希望这善知识都是尽量的能满我们的愿。当然这个上山去我们看还做放生。这照片里面很多小孩才一两岁2-3岁当他去放小生命的时候，你说他以后会吃肉吗？会吃鱼吗？那不大可能。种善根。我自己小的时候养鸽子
哇，那个鸽子这样从蛋里面出来，它孵啊孵啊，慢慢长。我们每天这样养啊，后来连飞都是我帮它训练的。啊，它还会飞到我的肩膀上来。你说我们会去吃鸽子肉吗？不可能的。哦，你跟这动物有这种感情在呢。所以护佛种性长死不绝呀。啊，尤其这些孩子从小就能闻到正法。啊，我们很多这个寓教于乐啊，都是让他们的善根增长，啊，护佛种性啊，每个孩子都有佛性啊，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啊，但佛性啊，要靠缘分让它增长，所以这个父母老师啊，也要很用心啊。啊，来经营一些缘分，啊，让孩子来体会，让孩子来成长，啊，这是一种敬教。哦，你看这个和和乐乐，这些孩子啊，我看可能现在长大了，一个忧郁症也不可能有，啊，他很习惯这个团体，这样跟人相处。啊，忧郁症呢，有时候是对跟人相处有一种恐惧感。啊，慢慢慢慢的，他就自己关在房子里了，你见不到阳光，那阳气就慢慢降下去了。所以，当父母、老师考虑事情啊，考虑的深远，深要深到他的内心深处，建立他健康的人格。思想远要考虑到他的一生现在要学哪些做人做事，利益他的一生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不能看得太浅了，太短视了啊！不能只看分数了，那是太短视了。所以有时候人呢、啊，不要太较真了。啊，宽宽心，想一想，我们有听过哪一个社会公认的成功人士，是因为哪一次考试考了100分吗？你们见过没有？听过没有？为什么没有的事情，我们那么较真干啥啊？啊、哦，所以这个雪公是中医师哈、啊，那中医那是对整个人体这个小宇宙很熟悉哦，还要熟悉呀、啊，这个整个天地啊，大宇宙跟小宇宙之间的关系啊，啊，什么冬病要夏治啊，啊，还要利用这个天时地利啊，啊，来调病，来利益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所以学中医不简单啊！啊，雪光是一辈子没给人家开错药的啊，是很高明的医师啊，他还鼓励学生呢、啊、要多接近山林之间气。好，我们现在观想一下啊，进入这个照片之中啊，啊，在我们台湾的山林溪啊，你们现在觉得空气清不清新呢？哦，一下子就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啊。所以格言里面说啊，观天地生物气象，天地万物啊，你在接触它，观察它的过程呢，啊，学圣贤克己功夫，
你是从这些自然当中来修身养性。比方台湾这个山区，我看山林溪你们比较不熟，溪头阿里山你们比较熟，是吧？你们的课本上面都有。哦，日月潭阿里山啊，溪头你们知道吗？哦，溪头的竹林啊很有名啊。哎，这个好像什么卧虎藏龙，好像还到台湾哪一个地方拍景啊？这个我有点不记得了哈。你看那竹子啊，没有一根竹子自己长在那里的了，所以它合群呢，是一群竹子啊，竹子都是很直的，代表很正直。所以梅兰竹菊是君子。你看我们有这种向大自然学习的心，六尘都在给我们说法。哦，你看这个空气每天滋养自己的生命，它从不向我求回报。阳光也是啊，他们都是无私对我的。哦，那竹子他的心是空的，我们要虚心。竹子很奉献，它刚长出来可以吃，叫竹笋。它长粗了，可以拿来盖房子。用竹子盖屋子，可以坐船呢，可以做很多工具啊。再来，竹叶可以包粽子。所以他整个全身通通都没浪费掉，都为人民服务啊！所以竹子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竹子啊，你在自然间一定会看到山，看到水啊，稳重如山呢。一看就有那个感觉，尤其你们去看过泰山吗？登泰山而小天下，哇！我第一次去泰山就感觉好稳啊！我们假如能修到让人家看到我们，就像泰山一样，很有安全感啊！你看多好！那水上善若水啊，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生命三元素就有水啊，水流必下，谦虚，水往低处流。你看长江黄河，虽有百转千回，却始终奔流向东方。好似有志气，虽然有起起伏伏，但是方向目标。这一生不会变。那这个你看几千尺高的瀑布，水就这么下来啊，面对千尺绝壁一往无前，好似游泳啊，他勇猛向前不退缩。所有的东西遇到它，它都能把它洗干净。这善于教化，这个圣贤的经典，洗濯我们污秽的心，让我们恢复清净，这个都是水的表法。我们在兰彼得也有一条河，我们跟着同学们看着那条河。哎，想到哪一句话？逝者如斯夫啊，不舍昼夜。你看那个一秒钟啊，那个水流过多少了？时光也是这样。所以诸位仁者，
2022年呢，要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感觉这一年过得充不充实？四日已过，现在不是四日已过，四年已过，命亦水减了。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旧陀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这是普贤菩萨警重记啊。那一天我面对他，应该是11岁、12岁吧，一个女孩，她本来在体制内读书，那他们国家呢，义务教育只有6年，所以她现在呢用传统文化在学，我说你用传统的学习方式啊，跟你以前在体制内呢，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啊？他说，用传统文化学习啊，时间过得很快，我说为什么觉得快呀？他又想了一下，后来他的回答了，因为啊，很充实。你假如每天在你消磨时间呢，时间就感觉比较慢。你假如所有的时间都没有浪费，那就这一天很快过去了。所以古人是这个惜寸阴呢，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个也是我们的学处，所以64卦了，都是观天地这些现象啊，古人从天地当中截取出来的智慧，来指导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多带孩子，多带学生呢，到山林间走走。我父亲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买了一台车子，是他的同学，大学同学开了10年的车子，卖给他的，代表我们的经济并不富裕，现在一看我们好多人这个同道啊。你们一看就是富贵相，所以都比较有福报哦。像真的小时候你看买一台车不行，还得买二手的。可是我们所感受到的，并不是那一台车子的外形，而是感觉到父亲倾其所有，希望让我们人生留下人生美好的回忆，跟着父母爷爷奶奶出去走走那种情境，现在虽然已经中年了想起来都是很温馨的，所以一个人家庭温暖，他会很有勇气去面对人生种种的境界，因为他很有后盾，觉得父母、兄弟姐妹、家人随时都是无私无求的来支持自己，这个爱的力量伴随一生。下面一句也很重要啊，勉励大家一面当学生，一面当老师，教学相长也代表我们这个时节因缘呢，
我们说要学好以后，我开悟了以后再来教。哦，那可能很多跟我们有缘的这些机会呀，就过去了。当然，我们早一点来教学，也不是要增长傲慢了，不能增长好为人师哦。我们是真正的觉得传统文化太好，我们能做一个真善缘，就像桥梁一样，让学生让他人呢有缘接触到传统文化5000年的智慧，我们可以把身体借给圣贤佛菩萨用，都很有加持力，那我们自己呢，教学相长一定要守住老和尚的指导，他老人家从事教学是用什么心态呢？师长说到了，他每一次给人家讲课坐在台下的都是兼学，他给大家做报告，其实师长这个心态就是把善财童子53餐用在他的教学上，只有自己是学生。其他的都是老师了。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小孩他也是我们的善知识了。因为我们在教导他的过程，我们是往内，比方说，我劝他，他不听了，我有没有情绪呀？他是发考卷给我写的，监考老师啊，看我这个卷子会不会答啊？他在提醒我不能动情绪。当我面对这个学生，我跟你讲3次了呢，你还不记住？可能这个话要出去了，赶快拉回来。那这个静缘。是要锻炼我的耐性的，才3次而已嘛！科学家说要讲21次才会记住啊！你看，佛法是内学，在一切境界当中往内观，就知道这个境界在考我们什么。所有的人，所有的境界都是监考老师发考卷给我们写。一切皆考验看而怎么办？对镜若不是，须再从头练了。比方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学生，有点动气了，推门走进办公室，哎呀，那个学生真气死我就开始批评了，为什么？哇，火烧功德林啦！那因为向外呢，那个学生不乖那个学生太过分了，向外了。传统话是内学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不知道我讲到这里，大家能不能接受我再 for example 一个例子，跟大家一起共勉佛陀在修行跟弘法的过程呢，他遇到一个净言叫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还。在高处推一个大石头要把
佛陀给伤害了。大家要知道哦，一佛出世，千佛永戴哦。这个千佛啊，有的是演正面的角色，有的是演反面的角色。提婆达多是佛陀啊的老师呢，这个大家知道吗？提婆达多是佛陀的老师啊，他就是发愿，在他这个学生在修炼的过程呢、来考验他，来提升他。哦，那我们也得看得懂提婆达多的表法，每一个表法对我们的菩提道修行都是关键呐、你看阿难尊者的表法对我们重不重要啊？提醒我们不能依赖啊！你学成依赖，这是情执作祟了，这个不能正果的，不能提升的。阿难尊者也有表法，他做梦啊，梦到须弥山在他的头顶上啊，他不觉得重哦，啊，因为佛的大法是由他传的，如是我闻啊。那代表我们学传统文化的都要像他这样的气概啊！啊，须弥山在头顶上，不觉得重啊！我们不能让佛菩萨、古圣先贤的表演白费掉啊！他们演得那么精彩，我们得善体会、善学哦。哦，所以听完提婆达多的故事了，那个可能你一看到他是生气的人，那是你过去生的老师发愿来渡你的。你这一关不过，怎么行呢？嗯，脾气一起来。前面修的就烧掉了啊，哦，一定要修忍辱啊！啊，《妙法莲华经》里面有一品啊，常不清菩萨品，都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他看到每一个人给人家顶礼，你有佛性啊，你一定能成佛。他的视线就是提醒我们，不能轻慢任何人。若轻人，则有无量无边罪啊！啊，这个是六祖慧能大师教导我们的，不轻慢任何人啊！我们不应啊，身份不应富贵啊，或者自己外在的种种条件去轻视任何人。哎，这些表法我们都能体会。菩提道上啊，关关难过关关过，这每个表法都是一关。啊、哦，我们能体会到，当场去效法，这9981关呢，一关一关都能突破。好，所以师长他教学的态度啊，我们一定要学，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护身符。因为我们不是从小学的，啊，我们过去包含今生，啊，20几年、30几年、40几年，甚至50几年。前的那些习染，啊，我们唯有啊
时时不忘老和尚的教诲，我们才能扶住这些习染。啊，老和尚的教诲一丢了、忘了，这习染马上很可能就现前。啊，所以当然承德自己也是显相还身的。啊，我们差不多一起出来，这些讲学的人，我们只要不记住老和尚，哎，自己是学生，啊，听课的是监学啊，给大家做报告啊。这个心念一没有，孟子讲啊，人皆好为人师，这个习气啊，这个慢性啪就起来了。哦，慢慢慢慢，太太讲不听了，别人讲不听了，自己的团体变成一言堂了，都是自己对了。哦，那就落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了。师父都讲了，师父也表演给我们看了，那就要靠自己的善根福德了，靠自己珍惜啊，跟老和尚学的因缘。哦，我们看这些照片，感觉啊，雪公啊，平易近人啊。你看划船的时候，哦，还拿起一撮水草啊，向岸边的学生致意啊。大家想一想啊，那一场啊郊游啊。大部分的人啊，他的目光都在谁身上啊？都在李老师。哦，他很理解众生呢、啊，哦，随时就跟众生互动互动，哎，让他们欢喜欢喜。哦，当然有可能这一撮水草，说不定有禅机，不知道有哪些学生有悟到了哦。那这个就看每个人自己的体悟了啊，哦，包含哦，雪公啊，逗弄旁边这个小朋友，一看这个小朋友，我看才两三岁吧啊，哎，啊，这个都是很温馨的一幕，这个是属于什么？曾祖父啊，跟这个曾孙的一个互动啊。哦，所以这一次旅游属于世代同堂，世代了。啊、哦，那我们看这每一张图，李老以自然为师，而且啊，他每一张图都让他想起古圣先贤。所以你看古人的精神生活多么充裕啊，常常都叫神交古人呢。我们刚刚看到的图片，在东市林场啊，雪公看到了芦花啊，他就走过去了啊，拿着芦花啊，芦花如雪亦如绵呢，回首相观李习贤呢。看到芦花，想到谁了？明子谦呐、啊，啊，母在一指寒，母去三尺丹呐、啊，啊，怜我把看无限意啊，慈魂不独入其焉呢、啊。因为明子谦是山东人，李老也是山东人，古人都是啊。想着要落叶归根呢、啊，护食守秋啊，不忘本啊。好，我们传统的建筑啊，出门那个墙壁上啊，刻了扇子，
夏天用的扇子，代表出门要行善。这是我去我们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城市，算马六甲。郑和来过这里六次。所以有很长的一个地方啊，是郑和下货的地方。抱歉。那这里还有一些古建筑啊，那个门后啊，就后墙啊，都刻了叶子，就是落叶归根，人呢、这个树有根呢，水有源呢，不忘这个根本，所以很多诗啊，我们都可以感觉啊，李老怀乡的情。这里有怀恩诗啊，老去逢春去，年纪大了，哎呀，怎么又过年了？一年又多一年，年纪越来越大了，眼前树又高啊，多恩报不尽啊，万事欲何劳？李老。对整个国家、民族、社会贡献如此之大，在他的心里是什么状况？多恩报不尽，这是我们的学处啊！我们才付出了一点，就希望人家很多的肯定啊、回报啊，这心量太小，而且呀、众义之人不会求回报。众义之人，他觉得义者已也，应该做的，应该做的，他做完就做完了，不会放在心上。而且他还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他自己还有做的不足的地方，他会愧疚。付出的地方，心里痕迹不露；做得不好，他还一直遗憾。多恩报不尽啊！就像弘一大师，那对佛门的贡献太大了。看他晚年，他的心境说道。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啊！所以读这些诗，让我们感受善知识的心境，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啊！你看，秉烛减轻时啊，临风看宝刀啊，那种时时一样。古圣先贤、留名青史的这些圣哲人，为自己的榜样，也时时叮咛自己啊，不能白来世间一遭啊，自己也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常常反省自己醒身于愧坐啊，惭愧啊，还有很多。到位的，未肯影逢蒿啊！自己虽然有不到位的，但是检讨检讨啊，还是全心全意啊，在为佛法、为众生呢，没有退隐山林啊。好，这几首诗啊，都很有味道，包含你看看梅，赏梅了，寻山戴月踏苍苔，
除却思家不重眉，何日能移千万数？舟车回到骊山哉？骊山就是在山东啊，这个都是想着故乡啊。这个是大自然，哎，接下来呢，回到雪宫自己的书桌上，一个书桌里面也是别有洞天的。是雪宫啊，读书写字。不可或缺之物，文房四宝。教化38年了，乳墨挥毫。雪宫的悲心宏愿，要透过书法，透过写诗啊，传递出来。可能有不少学生呢，给他请墨宝啊。他满众生愿，我想那个墨宝应该都会针对这个学生的修学状况给他护念的。所以一点一捺一字一句，均留给后人无限的追思。李老如此啊，师父上人亦如此啊。我们不少次啊，看到老人家教学已经很辛苦了，又要一天4个小时，那时候老人家都已经超过85岁了，还要接待客人。几乎每天都接待客人，又要讲课，又要接待客人。一抽空啊，还写墨宝啊，送给有缘的学生。所以，真的是这一点一捺，我们都要如凭得宝啊，来受持啊。陈德有一次啊，是亲自啊师长给自己的墨宝。为什么这个墨宝我印象很深呢？因为是在2005年3月，陈德在澳洲金钟学院分享《弟子规》。当时题目是《弟子规》与佛法修学。分享完了，后来啊，我隔天要到悉尼去讲课了。雪梨，这个各个地方翻译不一样。前一天呢，师长还跟我聊了蛮晚的。我隔天一早就走了，结果聊完了，刚好聊到，你之后啊要到庐江去了，然后上就聊到《礼运大同篇》了，我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我们要往这样的社会去努力，去追求，那。晚了，就去休息了。隔天一早，老和尚就把这个扇子啊给我了。一打开来用楷书啊，工工整整把《礼运大同篇》写在上面了。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写的？当天晚上啊。那假如是师父早就写好了，讲着讲着，
我有东西给你，就拿出来了。哎，另外一面呢，也很重要。四书五经十三经是枝叶花果，弟子规是根本。法言、华严、法华、楞严是枝叶花果，十善业道经是根本。舍根本而求花果，不亦渔夫啊？你舍了根本要去求花果，求不到的。那花果能开是因为有根啊，一直在吸营养啊，才能开花结果啊。而且这一面写的是行书啊，有一点草书了。为什么？时间很少啊。哦，所以就不是楷书了，行书也，但是也是很庄严的哈、哦。后来我觉得这个扇子啊很特别啊，就拿给工作人员。后来好像印了1000只啊，2000只，流通出去了。所以这个真的，你看，甚至是这些墨宝留给我们无限的追思啊。那雪公啊，以诗明志。当然，我讲到这里，大家不要起一个念头，哎呀，老和尚都没送过我墨宝。这个念头很重要。送给我是个缘而已嘛，大家看到的是一样的墨宝，不要这么分别吧，接的人不一定开悟啊，珍惜的人会开悟的吧。所以你看孟子学的时候孔子不在啦，他学的是特别好啊，亚圣呢。所以那个不要去挂碍那些不重要的地方啊。要知道每一个字都是师长老人家对我们法身慧命的护念，能体会这点我们珍惜，我们去受持就对了。那雪公啊，以诗明志啊，一部诗集啊，是生活日记。刚刚我们看到照片这个李老师呢从水中捞起了一撮水草，可能水草是有表法我今天喝水也是有表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餐呢，是吃外面包回来的，所以就会口渴。你看，每天可以吃妈妈煮的东西，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所以大家要多珍惜父母啊为我们付出的点点滴滴呀。今天听我们一个学生分享因为我们每一个月毕业生在校生会有一个社会教育的交流我们学的就是要弘道啊，人人弘道所以每个月有交流因为毕业的学生有在教学的甚至于在校学生也有担任一些教学工作的，大家相关而善，互相切磋。就有一个学生提到，他觉得他的父亲呢，做什么事情呢，都很认真，哪怕是沙发破了一个洞，爸爸拿个布把它补上去的，这个缝的针线呢，都是很整齐的。这里面。人家干什么活手工活啊，种田的活啊，
都一定要请他爸爸，就是他爸爸做事认真，他自己回想，就看到家庭里面的这些情境，都是爸爸做事的用心在其中，包含妈妈，他们的这个书包、衣服都是妈妈自己做的。他妈妈还做了棉鞋呀，说等他们40-50岁的时候啊，就适合穿了。我说哇，这个想的也够远的吧？做棉鞋是不是这个棉花放那么久了更好穿是吧？有的不是说这个什么新棉被换旧棉被啊，那个棉花哦，好像越用越好用啊。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啊。好，所以这个，看到他呢，回想到父母爱护他们的点点滴滴啊，我说你看你的面相都变了，你心里都是充满着父母的恩德啊，你的命运绝对改变，你这个他一开始啊。有点卡住了，卡在哪呢？因为学了大乘佛法，一下子呢，以大乘佛经的标准在看父母了，他就有点生烦恼了。父母怎么还会吵嘴呢？哇，一下子，这一子成病了，反正父母的恩德那么多，哇，看不到了。就好像人，比方说一张白纸，突然有一个黑点，你是净盯着那个黑点，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其实它其他的地方都很干净，所以人执着起来就看不到别人的优点，所以曾经，我跟大众讲的时候，我说，我也是照师父教导的。夫妻白头偕老的一句真言，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结果当场有一个女性我在台上她在台下，她喊得很大声没有优点。我们这个讲课的人反应还得快点，不然都愣住了。怎么接她的话？可能是佛菩萨加持，我当时还蛮镇定的。他说没有优点，我就笑着看着他，我说这位女士，你的先生没有优点，你还嫁给他，你真是有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就笑成一片。其实这个也是让大家冷静冷静啊，哪有可能没有优点？有一个女士也跟我提到，她自己那一天听完，她就真的拿一张纸就开始写静下心来写，哇，写了30几条优点了。好，所以千万别执着所以师长说不要认假不认真这些习气都是假的每个人的佛性是真的，我们现在都盯着假的。盯着虚妄的，把它当真，又不信任别人，也不信任自己，要做个转变，信任别人，信任自己，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做佛。那雪公以师明志。
景纵太殷勤，臣无见寸阴啊。心大悲，名有情，眼慈变说法眼，没有一刻休息，臣无见寸阴啊。几人长夜行，不复转轮星。这一首诗啊，李老把他的心都剖出来给我们看了。我们当学生人要体会啊。你看老和尚他能体会老师教他的心。老师教他守三个条件，他知道老师要成就他。他三个月心地清净了。后来再过几个月他去找老师。他很受用。老师教他守五年，他说老师我再加五年。大家去想想当下那李老师心里多安慰啊。这个学生都明白他的心了。所以师长学了一年三个月，出家的缘成熟了，李老师送他去出家。你看李老师流眼泪啊。你看这么惺惺相惜的学生要出家了。你看老和尚一看到知道老师的心了。我一定回来再跟着老师学。后来学满十年。所以我们现在看着师父的墨宝。我们以师智为己智。那一本呢九十年谱。是 老和尚一生的经历。他怎么学的。他怎么弘法。记得很清楚。还有我们学生回忆老人家的行仪的老和尚身教。这两本书都很值得我们深入去学习。好。一本诗集是生活日记。更是老人对国家天下事的关心。其实我们假如留心去听老和尚讲经都能听到他对国家对天下人对苍生的悲悯责任心会听经的人不只是听到师长的言说文字是能感悟到他的心境的所以听经也是做师长的知己知音又雪公自来台湾近四十年中长期利用晚上为莲友讲经为学生讲授国学见书中及讲表上一整片灿然的朱墨哇那个备课多么用心啊好多的表解啊正是雪公为众生呕心沥血的写照那雪公的学生特别可贵将雪公留下来的这些讲学的课本讲表把它编成了李炳南老师全集我们看着全集就看到老人家他一生弘化的
整个过程呢，啊，是立体的。我们能依啊，李老依师长，他们一生怎么学，怎么教啊？哦，那我们这条路啊，会走得很踏实，因为他们呢，表演得很好，他们也讲得很清楚，该怎么做，该怎么走，我们一点呢，都不彷徨，以他们为榜样，然后现在，香港佛律教育协会，也有在做，师长的全集，好像已经出来几册了，也是非常随喜啊，他们的发心，好，我们用心的来学，你看每一段都是善知识的心。是，李老说到了，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绝环。刚刚诗里面说啊，多恩报不尽啊。有传统文化基础的人呢，他们处事的态度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呢，涌泉相报。有一个李老的学生，有一本书啊，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学习，雪公诗训，是很多李老的学生，每个人写一段回忆，这一段短短的，有的只有三四十个字，最多也差不多100来个字，都是雪公给他最深的教诲，或者是最深的印象，其中有一个人回想，就是看到比方今天有学生拿了一包吃的，供养雪公，雪公很欢喜，接受了。一回到家里一定把这一包东西放到佛前供奉。当然，承德的体会一来，教化都是佛菩萨教的。所以最重要先供佛，供老师啊。所以你看老和尚每一次人家赞叹他，他都说这个都是老师教的，老师的功劳没有老师，没有我的今天呢。所以善知识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他心在起作用的。也或许是他希望每一个学生的东西他都替他拿来供奉，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跟每一个众生结佛缘，结法缘，这个都是用菩提心来处事你看劝发菩提心文，念施主恩，念众生恩，所以雪公说众生的功德钱不可任意花费，一分钱要当两分用。当然听这一段不要听执着了就是不能浪费，但是不能吝啬
我们有时候啊，这个法啊，要领会准确，不要把它用歪了，用过了。啊，我就有看到啊，这个弘法的团体，哦，要节俭呢，结果职工薪资开得很低。哎，他很有能力可以服务啊，可是他家里的经济啊，没有办法维持啊。啊，那他可能做了2年，哇，不行，离开了。你说这个钱，省这个钱，妥当吗？该省要省啊，该花要花。哦，我今天假如不补这一句啊，到时候可能有领导者又拿这一句啊，去对待事情啊，那我又错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又因我而死了，啊，这都要活学活用啊，不能用偏了，更不能用邪了，啊，我们还听过。啊，这个团体啊，有护法送新鲜的水果来结果啊，这个负责人对着这些孩子说：“你们福报还不够，不能吃这么新鲜的，放几天再说。”后来呢，放坏了，不能浪费。啊，通通煮到粥里面去！哇，真是南无阿弥陀佛！你这个学法都学的，学的很不正常啊！你说，我们今天有个新鲜的水果，当然趁新鲜你给孩子们吃嘛。你不觉得我们学佛学的比那个没学的人还怪？那个就是学执着了。可是为什么他能执着呢？因为他还没学以前呢，他那个柔软的心、爱心不够。什么心比较强？好为人师的心比较强。喜欢教人，是吧？一懂得什么道理了，就要拿起来教人。所以这样受持佛法会偏掉。受持佛法没有做人的基础啊，你要直接受持大乘菩萨，都会学得很奇怪。哦，所以这不是我讲的哦。韦提希夫人。看了这么多世界的国度，他说：“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接下来，佛怎么叫他？三世诸佛敬业正因。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呢，所以你要从敬业三福为基础啊。第一福就是人天福。要会做人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师长说你这一条做到了，就是阿弥陀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只要求生，决定往生。而做人做事里面，孔子教的最核心的就两个字：忠恕之道。忠，严以律己；恕，宽以待人。你是要以严格要求自己啊，然后去体恤别人啊。结果我们学的就变成严格要求别人，然后对自己很宽了。
那这个人家很难接受。跟我们一相处，心里闷得慌，敢怒不敢言，因为你是老师，你是领导。你真正学对了，让人如沐春风。团体里的人敢跟你讲真心话、内心话，这才是家文化嘛。一个家，那孩子从外面回家了，妈，我跟你说，爸，我跟你说，哦，我在学校发生什么事，这很自然啊。所以老和尚让我们落实家文化啊。我们现在团体有没有家的温度、温暖、气氛？好，好，那施主一粒米，这个都是血汗钱的，不能糟蹋，要很珍惜，我们说化缘呢，把众生的供养化成利益众生的法缘，把它用好。老和尚怎么用啊？每个时代的时间因缘是不一样的。老和尚学印祖、印经，买《四库全书》，买《大藏经》，《大藏经》买了10000部啊，超过10000。《四库全书》112套，《四库会要》330多套。哦，那印的法宝那数量很大了。好，那诸位仁者，你要学师父的话，那是不是继续印经啊？哦，所以学东西不能学相啊。当然我还得补一句哦，你那个地方就缺这一本，当然要印喽。这个地方这个已经很多了，你还继续印干啥？到时候人家都拿去扔掉，就那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印经也要看看台湾我们附近这净宗学院都印什么，你不要都印一堆重复的。就像老和尚他说：“哇，那印的书都没人看，不就变废纸了吗？”承德的观察，现在应该护持好啊，弘护的人才。你那个人才流动啊，是团体最大的损失。他在这里待了3年5年，他的经验。他能全部给你留下来啊，可是他又没有办法，他就走了。你假如能够安他的家，哇，这个人才留下来，你看值不值得？人才都安定了，你弘护的工作越做越好，那众生不是得利益了吗？好。当然，培养人才啊，师长他的体悟啊，他从小扎根了啊，所以师长90岁上下最重视的办学啊，从胎教学习啊，3岁以前1000天重要啊，师长讲这个胎教啊，有这个团体啊。净宗学会的应承小册子胎教的重要性从小教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我们好好来培养自己
培养人才。啊，那同时啊，买砖的钱不买瓦。啊，因为你要尊重布施人的心意。啊，人家要放生，你要把它拿去放生。啊，人家印经，你不能改它的用途。啊，所以这个钟是有因果要酬偿的，这也是我们对于大众的尊重。啊，而讲经之地啊，是清净道场。啊，凡雪宫宣讲佛经的道场，常年立有告示牌。讲经之地啊，历尽募捐，这一句话的背后，承德的体会啊，是李老他心地的柔软，他考虑到不让任何一个来听经的人有心理的负担。啊，假如你摆一个功德箱在那里，刚好有人拿出10块来了，其他旁边的人他会很尴尬啊。哎呦，人家拿出来了，哎呦，我家里现在经济很拮据啊。那他一有这种负担了，他下一次要来啊，他就有压力了。哎呦，假如又遇到人家都捐款，我很尴尬啦。他一有那种压力啊，可能他就有点犹豫要不要来了。这么一犹豫，闻法的机会就丧失掉了。哎，考虑的细致啊。佛门慈悲为怀啊，考虑就要考虑那么细啊。啊，所以交代他的弟子，啊，你出去给信众讲经，连水都自己带，不要造成人家的负担。这是李老的道风啊，我们要传承啊。那师长，啊，好，到美国去呀，啊。啊，很多都是啊，大学时候听他讲经了，啊，现在到美国工作了，啊，都还年轻啊，孩子还小啊，经济都不宽裕啊，老人家都很怕让他们出钱，啊，所以，啊，我们之前听啊一位康老师讲的，啊，他在极乐寺主持道德讲堂。他说有一次这个老和尚拿一张100块钱的美金，哎，这一张是不是真的啊？你帮我用用看啊，帮我用用看。哦，你看还不希望让弟子觉得，哎呀，这个难堪是吧？哎呀，这一张是不是真的？你帮我用用看。哦，这个善巧方便啊，我们这些地方都要学啊。哦，所以这是告示牌背后的那个心境，我们要学到啊。啊，一旦社会发生灾难灾变，政府呼吁民众参与救灾啊，哎，把它翻过来，响应救济灾难，代收乐捐。哇，李老环保观念一级棒，啊，太厉害了！你看一块东西充分利用啊，一点都不浪费啊。就像我们用纸张啊，哎，一定两面都把它用完，不要浪费了哦。哎，后面你看每一句都是学处啊，代收款项都要公布征信，以表负责。
你捐款，信众都不知道你花到哪里去。哦，所以老和尚都赞叹了佛陀教育基金会。他们的账啊，每一天可以对的。大众对你的团体有信心了。做什么事啊？行中有法，你做什么事要表法啊？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物利者。这是了凡四训教的啊。这佛门老和尚常说的，为人演说，要表法。什么时候表法？随时啊，笑口常开，大度人容，就是表法了。我们这个衣着、端庄、恭敬，都是表法。你穿得太随便了，就表不了法。那刚刚跟大家提到啊，我们要学大乘呢，一定要有人天成，做人做事的基础。所以李老编了一本《常理举要》啊。李老有说啊，学这个《常理举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希望学的时候啊，不要让人家讨厌啊。啊，那大家想一想，这一本要不要学？哎，还谈不上利益别人啊，还谈不上让人生欢喜心啊，不要让人讨厌啊。哎，很有道理啊，常理举要啊，理是什么？理是恭敬，理是分寸。你都不知道分寸呢，怎么可能不让人生烦恼呢？比方《弟子规》，人不贤，勿事搅啊。结果你去找人家呢，早上五点啊，按人家的门铃，人家昨天十二点才睡，五点就按人家的门铃了。所以一般你不能太早给人家打电话，你也不能太晚给人家打电话，这都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啊。那对我来讲，我要很注意了。因为我有时候一打电话三个时区呀、这个得要算准了、所以有时候光算这个时区啊，有时候头有点晕啊。现在又转冬令时啊、一下子跟前面的算法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本来跟多伦多很好算的啊，因为差十二个小时，我说现在一冬令时变十一个小时了啊。好，所以这个常理举要啊，蛮很重要啊，这个都要抓时间的学习。首先呢，不让人讨厌啊，进一步啊，能做到。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让人如沐春风。其实这个不难，只要我们能锻炼了，念念为他人着想，念个三个月、六个月，越念越熟了。这个慈悲心是我们本有的。学习传统文化是恢复本来，不会太难的。好，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